四月从南韩回到大陆四川的大猫熊福宝已经结束隔离检疫，它适应的状况相当良好，预计最快六月就能公开亮相，让民众非常的期待。新闻最后一块带你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